好，上次我们是应该是把15之1讲完了，然后后来又另外又补充了一些资讯，对不对？哦，例如说可能 YouTube 的资讯截资料一些做一些那个资料的截取哦，以及那个有一个网站专门是让你去参阅电子书，OK 啊，那如果有机会参阅到，或许可以支持正版，OK 好，你电子书虽然都可以参考，但是呢这个书有意义，希望大家支持正版。好。那接下来呢，十五之二呢，待会会请大家开一个十五之二，而同时呢，在 body 里面，好，我们会把这个 form 呢，好，一次，我也把它复制上去，OK，待会呢，我们用正规表达式来过滤一下，在这个文字栏位里面写的那个身份证字号到底有没有错，所以呢，好，我们上次讲完十五之一，对不对？那现在呢，会请大家帮我开个十五之二，哦，点 HTML。然后呢，同时呢，我把那个架构先放上去，然后一个很重要点就是，你可以从我们 PDF 复制，或是你可以直接从我们的那个案例十五之二把这个 form 呢好带上去，这部分带上去就好。OK，我们会需要用到这些资讯。OK，帮我新增十五之二。OK。那接下来呢？好，我们就在 script 标签这边呢，好，增加好那个一些过滤机制。那今天呢，我希望我针对啊，例如说我现在把这打开，好，按右键呢，好，open with live server。打开之后呢，我希望它长这样子，怎么样？那到时候呢，我们会针对这个身份证字号做一些检查。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触发检查事件呢？是不是我按下检查这个按钮？那这个检查按钮呢？它是不是就是这个哦？BTN 哦，它是 input，然后 BTN 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尝试哦，就选择器去选到这个元素，然后呢，我用 input，然后它 ID 是不是 BTN？所以这边呢，我们叫 BTN。好，这时候呢，给这个元素啊一个事件，OK，一个事件，那就给它一个 click，因为我们要点按，对不对？接下来呢，这边会有一个 callback function，就是它。做完之后呢，我下一步要执行的环境哦。当我触发这个 click 事件的时候，当我点下去那一瞬间，之后要做的事情都会写在这个 function 里面。好，那这边呢会补充一点哦。我们现在会有个 event 点 prevent 那个 prevent default，这个什么意思呢？这边是指啊，哦，这个是指说哦，让元素本身的预设功能失去作用。单纯作为那个触发用的元素，那个触忘记怎么写，哼。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有个那个 event 点 prevent default，这边什么意思呢？通常啊，假设我们没有写这个东西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按下去了之后，好，以 HTML 的概念来看，这个 form 呢就是类似 Google 表单。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方法叫 post，有别于我们把那个网址呢放在网页上面的一种做法。那如果是用 Google 表单的话呢，其实它就是放在这个表单的元素当中。当我按下去这个 input，只要它 type 为 submit，它就会帮我们把这个。里面所有的 input 的元素，或是呢未来吼，假设未来大家有过去有听说过那个 select 元素，下次选单等等，就会被送到这个 action 指定的那个网址或档案。那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指定，好，因为我们没有教到其他的要接收指的程式语言，所以呢，好，我们假设我们按下去，好，假设我这边呢没有写的话，我刷新页面，好，我这边没有写的话呢。我按下去，它自动帮我送到其他页。那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 action 是空，所以呢，它会送给自己，它等同于送给自己原本的网址。OK，原本的网址 好，那这时候好，我们就必须呢，好尝试呢，让它把它打开，就是说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让它失去作用。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用。你会发现，我按下去，它是不是就不会送出了？
因为这个按钮它本身的功能就被我避免掉了，就预防掉了。所以基本上呢，好像那种超连结啊、AR Link 这种东西，如果要拿来当做点按的一个东西一个元素，而没有要让它实行超连结这件事情的话，这时候就针对那个元素或者类似这样 button， 它呢，就给它一个事件点 prevent default， 这时候它就会失去作用。好，那这部分请大家呢帮我选择这个按钮，同时给它一个事件叫 click。好，那接下来呢，准备要执行的function里面，帮我呢就加入这个东西。好，那注解不用写，到时候呢，请大家帮我测测看，是不是跟我刚刚一样，好，现在这一样，按下去都不会动。好，那如果说我现在呢把这个注解起来，好，这个元素呢并没有这方面注册监听，这时候它就会帮我送出 ，OK， 然后按下 Enter 回到这页去 ，OK， 请大家呢帮我尝试练习这个部分，让它不要有任何的那个事件发生哦。好，那我们现在呢，针对它这个按钮，不但让它有点击事件，也同时呢，也避免了它预设的功能。传统呢，我们开发表单资料的时候，像 Google 那样子，那我们是不是送出按送出或检查，好，类似这样的按钮，是不是就会直接到下页去，然后跟你讲说，哎，已经新增哦，这个成功哦，然后呢，请你返回上页之类的 ，Google 表单都这样。那其实呢，就是它这个 HTML 既有技术。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借用 JS 的能力，就是说，在送出前呢做一些检查，这时候这个 event 点 prevent default 就非常的重要。好，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要针对这个文字单位做一些那个检查，它有没有符合我们的格式。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 let， 我们就宣告这个 input， 那我们放大一点点。好， input 等于什么呢？好， document 点 grid selector。选择谁？因为我们要检查的是这个文字栏位里面的值，对不对？好，那这个文字栏位呢，它是什么？它是不是这个 ID num？ 好，比如说那个 input 哪一个 I， 它的 ID 叫 ID num。所以在这边呢，好，我们就可以设定 input ID num。OK， 那这时候，好，我们就取得这个 input 的元素，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准备好，就定义我们自己的正规表达式，就是 R1 等于两个斜线，然后一个分号。好，那身份证字号，就我们所知啊，假设我们今天在这边101，好，那我们选 JS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什么样才是正确的身份证字号呢？假设之前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用正规表达式呢，由左至右，由上至下。这时候，假设我的那个测试的文字来源，测试字串来源是 A100000001。好，这时候呢，就我们所知，肉眼看它是不是大写的 A？ 那因为有可能到，例如说 S 到哪里哦，高雄等等，所以呢，中括号代表一个字，由左至右一个字哦，那它可能坐落于 A 大 A 到大 Z 之间，这样子是不是这个 A 就已经找到了，对不对？好。那之前有提过，这个身份证字号是第二个码，是不是代表他是男生或女生，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也是要中一个中括号，那我可以一或二，对不对？会一或二，就这个字一还是二都可以，一还是二都可以。那如果你写三，就整个从头到尾都不会配对到，因为没有三这个选项啊，所以只有一或二。那接下来呢，后面是不是八码？好，就是这个 D， 然后有八码，对不对？有八码。这时候是不是找到了这些这个后面呢有那个八位数？那有趣的地方在于，如果今天如果今天呢我们是这样乱打，好，我们身份证这样乱打，那虽然说我们检测出来结果有这个格式是对的，可是事实上呢，我们希望它填的是刚刚好就这几个号码。我头是这个开头，我尾巴是数字结尾，而且刚好八码。这时候啊，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看一下我们正规表达式那边，正规表达式，我们这边会提到一个上箭头代表什么？我希望我无论是什么字，我都希望是它开头。它有这个东西，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选的是这个上箭头，然后呢 Darren， 这时候这串字就会被我找到，就这一串 Darren 就被我找到。好，所以呢我希望这个身份证字号是那个用这个 A 这个一连串的那个字开头，例如说我希望我这样子放，它是这样开头，对不对？那我后面放什么都无所谓。那如果今天我整串字串，整串的字串这一行的情况之下，我前面有其他的值，那么就不会配对到。为什么？我整个文章段落，例如说每一段每一段每一段，它的开头不是 A， 然后呢，或是那个 A 到 Z， 然后一或二，然后后面八码的格式作为开头，所以呢，它这样子结果配对不到。但是如果把这拿掉，它是不是配对到了？对不对？好啊，可是这样很奇怪，我这样开头没错啊，可是多的几码，万一使用者填这个，我还让它过，很奇怪。所以我希望除了是这个开头之外，我也希望是以这个格式作为文章段落的结尾，或是一句话一个字串的结尾。我希望是后面这些这样一样的字结尾，这时候就有个东西叫前字号，代表字串的结束。如果我今天写样，然后后面加个前字号，那么这个样就会被我们找到。这个样就会被我们找到。所以呢，我们今天再加一个，这个我们先把这先清空，然后呢拿前字号做结尾。好，这时候呢代表什么？我头是这些格式，我尾也是这些格式，代表你填的资料就是要刚刚好符合我们这样的结果，就是要刚刚好符合我们这样的结果。好，你说我们刚刚这样在前面加是不准，对不对？好，那我们尝试看看在后面加其他东西它也配对不到了。为什么？因为我填入了栏位的值就是要第一个字 A 到 Z 之间，第二个字一或二，后面八码流水号或是任何一个号码。所以呢我们就会拿这个来当作我们正规表达式的内容。 OK， 好，那接下来呢跟之前一样，我们的 match 等于空值。好，那大家如果对15之一还有印象的话，在它的前面会有个东西叫 test， 对不对？然后判断说我这串字里面有没有 A， 然后后面呢是连续数字的这个格式。所以我们在这边判断呢也是希望，如果啊，好，我希望呢 R1.test 里面放什么是这个元素。好，我们如果要取得值是透过点取得它的属性，对不对？这时候呢我们就改成 input.value 取得它的值。如果我们按下按钮的那一刻，我们按下的按钮的那一刻，除了预设值不会，预设的功能不会发作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做一连串的检测。这时候呢，如果你的回传结果是 true， 那么就告诉他说，哎，你的身份证那个格式正确。反之，我就告诉他说，你的身份证，例如说我直接写身份证那个。证格式有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记得它会更新页面，我们就来刷新看看。假设我乱写，好，那我们顺便开 F12 来看一下有没有 bug， 好，到康统面板去看有没有出现什么错误讯息，检查跳出说你的身份证格式有误。好，那我们尝试看看写 A100 000001， 好，这概念上感觉是对，对不对？如果后面加个 A 呢会发生什么事？他跟你说你的身份证格式有误。为什么？虽然说里面有我们这规表达式要写的内容，可是我这边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要把头就是这个格式，我尾也要这个格式，所以这整个段落就是要刚刚好就这几个字，非常严格的一个做法。所以呢我把这个 A 拿掉，告诉你说身份证格式正确。 OK， 因为我们用最严格的方式来比对，所以呢这部分给大家一些时间帮我尝试看看咯。那我们这个15之2呢是针对那个特定的符号做一些检测，那用最严格的方式呢来加以检测。纵然它字串当中呢有一样 有符合格式的值呢，可是我希望整个文章段落或者所谓的字串的头跟尾就是要刚刚符合那个格式我才使用。好，那现在呢我们接下来呢就会到那个
我们现在就到15之3，哦，那15之3呢？哦，一样会有这个 HTML，那它也会有一个 form 的那个 HTML 标签。那待会呢，大家可以帮我把它复制起来，因为它会有个功能是，我们即将呢，在我按下功能的时候，它会帮我们送出，哦，就是把这表单传到下一页去。例如说，你今天是写 Google 表单的时候，哦，你可以经过一连串的，哎，例如说你没有写任何字啊，或者说你的身份证资料不正确啊，等等。那当你呢经过了重重的过滤都没有问题了，那么你这个执行的函数啊就 return 一个 true 回来，好啦，如果你失败，但是回传 false，那这时候呢这个 onSubmit 它就是专门在处理事件监听的部分，好，就是说它是当做一个属性来进行事件监听。那么我们待会呢就哦除了这个元素之外，我们或者说所谓的标签之外，我还会定一些 function 来帮我们做一连串的检查。所以呢，在这边请大家帮我开一个15之3，然后呢，把 HTML，例如说我这边开一个15之3.html，然后呢，把我们这个范例里面的那个15之3的部分，哦，这个 form 的部分，帮我把它复制起来，然后贴在 body 里面。待会我们要写自己的 JavaScript，OK，我们要写自己的 JavaScript。所以呢，好，这边请大家帮我新增一个，那个档案15之3，然后把 HTML 先贴进去，待会我们自己写，好，JS。那我们如果看这个15之3呢，如果同学忘记如何切，哈，我们就到这个，好，例如说我们刚刚是15之2，对不对？点 HTML，那我们就把这个档案哦换掉，到5500的那个根目录下，这时候呢再切换我们刚刚新增的档案。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做几件事。第一个，我如果写的字少于二个，就是说只有，就至少要一个。如果我小于二的情况之下，是至少一个，哦，我才让它往下检查。如果名字都没有写任何东西，连一个字都没写，那么，哦，我们就，刚才讲说，哎，你的那个，请填写你的正确姓名等等。好，那如果你有写字，哦，例如说我们填写这些东西。那如果你有写字，就会来开始检查你的 email 格式，哦，那 email 格式，那 email 格式呢，我们会用比较简单又粗暴的方式来做一些判断，哦，那如果之前正规表示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应该就很快就把它解完，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针对，哦，这个所谓的 username 的部分，哦，做一些那个元素的取得，哦，那我们也会取得 email，好。那现在呢，我们要针对好，哦，这个checkform 呢，好，哦，给它一个，我们要写一个 script 标签，然后给它一个那个，例如说我们给 onSubmit 属性用的验证函数，哦，就是给它一个验证用的函数。这时候呢，就有个 function，等于什么？好，哦，我们这边是不是叫 checkform，对不对？好，checkform，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拿来用。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就是要用使用它。好，那函数呢，就那个函数长这个样子。那现在做一件事情哦，大家可以比对一下我们的范例的那个资料。如果今天我希望它填写的值如果小于两个字，就是说它只有一个字或一个字都没写，那么我就跟他讲说，哎，你这样子有问题哦，哈，我就那个不会让你过。好，我们待会呢会有几个判断，那接下来呢？如果说最后它判断成功了，我们就 return 一个 true 回去，代表我们那个执行成功，我们就回传 true，然后呢，让 on submit 事件可以顺利触发。好，那这中间呢，我们要经过几层过滤，我们这边中间呢要经过几层过滤，第一层，我今天希望。好，我的字呢？好，就是我写的字至少要有一个，所以呢，我们就判断啦。好，我 document 点 create selector。好，那你看哦，我们这个 input 的元素啊，它并没有 ID，所以呢，我们要用选择器呢的方式，就是要透过我们可以用属性
来加以选择，就这个整个元素我要怎么选择呢？有除了 ID 选择器、元素选择器，还有类别选择器之外，还有可以指定这个属性里面的值当做选择的基础。所以呢，今天我要选择 input，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是个 name 等于 username，这时候呢，我就可以把中括号当做第一个属性，当然可以很多属性，你可以用很多属性来判断。那例如说我们就 type 等于 text， 然后呢第二个属性呢是 name 等于那个 username， OK， 那这样子呢原则上是不是就会确定它是谁，但是因为我们只要选择这个属性，因为它就是相对比较接近 ID 的概念，所以呢我们就以它作为那个选择器基础，选择基础。好，那我是透过这方式选择到，例如说我做一下排版，是不是选择到这个元素，选择到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点就取得 value 这个值，是不是代表它这个 value 属性。好，那这个 value 属性它是什么，它是不是里面放的是自串的格式，所以呢这个点 value 它还支援一种东西叫做点 length。 好，那这个长度如果打的字啊，这个字的长度如果小于2，就是说它只有那个打都没打，要不然就是打一个字的情况之下， OK， 我就跟他讲说，请你填入啊，请填写正确姓名，然后呢就回传 false， 回传 false。 为什么？如果我今天呢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到23到26之间它执行一遍，对不对？那如果进去这里面它刚好就是有坐落这个标准，那么它就 alert， OK， 它就 alert 这个警示讯息，然后呢回传 false。 那 function 的概念是我只要先遇到第一个 false， 第一个 return， 这时候呢后面有多少 return 它都不在乎，如果只要我这边呢只要符合条件先 return，后面它就不会再作业，return 呢只会做一次，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一些判断先放在前面，如果没有，如果不正确，那直接就 return false。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假设我们今天到这页去，我们刷新一下，如果都没写，我按下检查，他说请填写 正确的姓名，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呢如果我打一个字，他也会叫我检查正确姓名。如果再这样，如果说呢 ，OK， 我符合条件，是不是至少两个字？好，在我 email 还没有验证的情况之下，它会送出网页哦，它会送出哦。所以我们要回到上页15-3来看一下，这样呢原则上就可以过滤。OK， 那这部分请大家帮我花一点时间，我尝试过滤看看，至少要打至少两个字以上才算数。因为快整流，那快十分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我看一下，我现在调整一下网络就是再重新设定一下，我们大概20分的时候回来，好不好？不好意思，我设定一下东西，所以呢，待会我们就会把那些15部分呢跟16慢慢陆续把它说明完毕。OK， 那我待会再登回来，请大家等待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我们已经检查完了那个名字是否格式，至少说要有那个两个字以上，对不对？至少要两个字以上。那我们接下来要准备好，就检查完名字姓名的部分之后，要来检查 email。 那 email 呢我们会自己另外在外面定一个 function， 定一个 function 呢来帮我们操作，所以在这个 check 那个 form 的外面啊，就是它的下几行这边有个那个验证，验证那个 email。 好，有个 function， 然后例如说我这边呢叫 validate 那个 email， 这个 function。 那这个 function 呢原则上啊就是例如说我们 let 一个 re 等于这样子，那我们怎么样去验证它的结果对或错呢？我们待会呢会透过 return 的 re.test， 然后呢我们会有个 function 就是这个 validate email， 它会带一个参数叫 email， 就是我们会把 email 呢带到这边来，然后呢再把这个 email 它执行的结果回传回去。那我们来看一下，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尝试看看那个
所谓的 email 的格式，那我们就假设我们这边，好，假设就这样。好，那依照我们那个案例上的那个讨论啊，好，就是我们范例上的讨论，好，它可能是一个字，然后呢，坐落在 A 到 Z 之间，或是 A 好大 A 到大 Z 之间，或是0到9之间，或是一个点，或是一个横线，或是一个底线，这种字呢会有一个以上，好，就是说你前面这个字呢，好放在这边，那可是这样子就全部配对到啦，所以呢后面要准备到这个小老鼠这边，然后啊，哦，这中间我们肉眼看哦，这边的正规表达式呢，大家自由发挥。那我们会用我们那个范例上面呢，好的那个说明。好，接下来我们就小 a 到小 z， 然后呢大 a 到大 z， 大 z， 然后呢零到九，好，假设是放这样，好，当然你也可以把前面的复制过来也是没有问题的。OK， 那这时候呢，好，这个是不是代表一个字以上？因为呢，你看哦，我从小鼠右边是不是对到中括号代表一个字？所以呢，这个 D 就符合这个范围，对不对？好，那我希望呢，它是一个字以上，好，这样呢就会到这边来。好，这个点呢，如果大家对它有印象呢，我们的点呢、啊，其实是不是代表任何字，对不对？哦，正规表达式呢代表任何字，所以为了让它能够成为一般的字元。这时候呢，在这个点的左边要加个跳脱，让其他的字知道它是一般的文字，而非特殊的文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个点，好，那点 CT 点什么东西？那假设呢，好，我们这边好点 CT 点 AA 点 BB， 假设这样。好，那我希望这种点什么点什么点什么都能成为群组，对不对？而且这种组合是一个以上，所以呢，我们先这样写，比如说。小 a 到小 z， 大 a 到大 z， 然后0到 9， 然后很多字 ，OK， 是不是比对到点，然后 cc 啦？好，那这种格式呢，我希望这种点，然后什么字很多字，然后点什么很多字，点什么很多字，这种格式把它哦把它群组起来，而这种组合我希望它一个以上，哦，所以呢，在这边我无论打那个打多少的那个网址，它都会能够。无限的往下配对，那这边会有 group， 不管它，我们要的只是完整配对 for match 的结果，所以呢，这个部分我就会选择把它贴在这里面 ，OK， 那这时候是会判断它哦是否有符合，对不对？哦，那如果说你要严谨一点，当然你可以在前面哦加一些那个头跟尾哦，那我们没关系，我们就先照那个范例面的这样子说的做法，我来尝试看看，好。接下来呢，我们这边是没有写到两个字以上，就刚才说请填写正确姓名，然后回传 boss。接下来我们就要判断这个 email， 如果不正确的情况之下，我要告诉他说，好，你的 email 不正确。好，那 return boss。好，那我要怎么样条件才能让错误呢？先整个都列举完之后，最后再统一。你只要从头到尾都没有 return false 过，最后它一定会 return true 呢？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函数加进来。好，那个 validate email。好，我希望好它不正确这件事情为真。好，所以呢，我这边会加个 not， 就是我验证结果如果为 false， 是代表不正确。那我是 false 回传回来结果，好，就会变成 not 之后变成 true， 所以只要是 true 呢，就会在落在这个 if 的那个判断范围内，所以呢就会进去这个区域。好，那我怎么取得 email 这个字呢？那是不是我们是透过选择器来取得那个 username 的这一个元素？那 email 我要怎么取得？方法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就 document 点 Chris Lecter。然后呢，里面 input， 然后 name 等于 email， 我看一下我们这边写的 email 对不对？ email， 好 email， 所以呢，然后我取得这个资料之后，再点 value， 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值呢，哦，就是把这个 value 属性的值呢带到这个方群去。好，假设它是正确的，进来回传是不是 true？ 它 return 是不是 true？
所以这个function执行的结果会不会就是 true， 对不对？那还记得如果我的那个值或变数前面加个 not， 是马上变 false。那因为 false 是不会在 if 里面判断，所以它会从这边30一样打开门继续往下执行。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样的写法是，我如果格式不正确，判断回来结果会不会是就是 false， 对不对？我就不正确的话就是 false。那 false 呢，如果把它 not 之后就变成 true， 那是不是代表说你 true 就会进入这个 if 的 block 里面，这个程式的区间去判断。那因为你不正确这件事情是成立的，所以这边的 email 不正确就会被那个跳出来显示。所以呢，我在这边尝试看看。好，我先打一个字检查，好，他就跟你说请填写正确姓名。好，那我就多打 A， 好，很多 A。接下来呢，他就判断你的 email 不正确哦。那这时候呢，假设我输入我的，那我就这样子的话，那他还是不正确。那我输入呢，好，一半，那他检查起来也是不正确。但是当我是符合我们预期的格式的话，它就会被送出了。OK， 它就成功的呢，把这表单的资讯把它送出去。OK， 所以呢，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有问题呢，也请大家让我知道哦。现在呢，我们把15-3讲完之后呢，就要开始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非同步传输。OK， 非同步传输。那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提过类似的概念就是说我在做用小画家做个说明好了。好，那假设这是浏览器，然后呢这是伺服器的环境。好，那这部分呢我们就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好，那这边我看一下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叫做例如说浏览器。 OK， 好，浏览器，然后这边呢叫做伺服器。好，那对我们而言哈，这个应该叫 client 端，就是 client 端。然后呢，这边是 server 端。好，那今天呢，我们能够在网页上读到一些网址或是说像这样的网址IGX101 并不是我们本身拥有，而是对方伺服器提供给我们就对方伺服器提供给我们。那这时候例如说他提供我们一个网址，例如说我们在这边写一个网址，好，那例如说叫做 HTTP 那个 S 的斜线，然后什么 abc.ndu.edu.tw。 好，那假设呢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个东西，他这个伺服器给我们的他给我们一个网址长这个样子。当我们在浏览器上面按下 Enter 的时候，它是不是会看到那个网页的内容，对不对？好，这时候代表什么呢？其实它背后做了一件事情。好，我这边画一条线，它其实做了一件事。好，它这边呢，它做了一件事，就是它发出了请求，就是所谓 request。他发出了请求。好，请求什么呢？好，我们原则上如果都没有设定的情况之下，如果只是放这个浏览器上面打网址，这种请求它的 request 的 method， 它的方法就叫做 get， 它使用方法就叫 get 方法。OK， 它使用是 get 的方法，就是把网址贴在我们的浏览器上面，然后读到它伺服器的资料，
这种请求网页资料让我看的这种方式就叫做那个 get。 例如说我们今天假设我们到那个 line 贴图好了，好，为什么是那个，为什么是 HK？ 好，那假设我到那个line 贴图去，好，那我按下 F12 并且看一下 network。 好，那我重新再刷一次页面。好，我到这页的时候啊，那我选择 all， 我们待会提到那个 HR 好 fetch 的部分。好，那我们看一下最上面那个 zhhand 那个 hand， 这时候你会发现呢，它会看到这个 header 一共有那个 general 跟 response header 跟 request header。 request 就是我们现在发给他的 request， OK， 就是我们发给他的 request。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告诉他说，我今天啊要跟你请求。这时候呢一般 general 通用的设定是，我今天把网址放在浏览器上面，按下 enter， 然后读到你的网页。这时候我请求的方法就是所谓的 get。 那200代表是 OK， 就是正常执行 的结果。那这 request 那个 UI 就是我们写在那个浏览器上面请求的这个网站的那个网址。刚才就说，请你啊把让我能够看到你这个网站或者网页的内容。好，浏览器这时候我们刚按下 enter 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他发出请求之后，那这时候他就跟大家讲说，我们请求的 header 里面比较常见的除了 cookie 之外，还有 user agent， 代表什么？我们是一般的浏览器而非机器人程式，有些程式需要加这个才不会被判断成机器人。所以呢我们请求的那个方法呢是 get。 那我们会使用几个标头，例如说我们在这边 request headers。 好，有什么？有一个 user agent， 有 user agent。 那 user agent 呢就是下面这串字 mozilla 等等。那如果大家对先前的东西还有印象的话，是不是我们透过某个 use agent 来决定我们用那个手机的来判断对方看我们是手机的那个 Chrome 还是那个桌机版的 Chrome， 对不对？所以里面会多一个 mobile， 其实就是看 use agent 用的是什么资讯。好，那原则上最常见的是那个 user agent。 好，那还有 cookie。那最重要的呢还有一个，这边我看一下他没有他没有特别强调。好，他没有特别强调的话，原则上他应该还要再丢一个讯息说那个，例如说这是什么什么 Mozilla 什么东西，这种东西。好，那今天呢理论上如果一般程式员他应该还要再丢一个叫 Content Type， 例如说什么，我希望你传给我的是 HTML 格式，例如说什么像这样，有没有？我同意呢这个格式 OK， 我会跟他请求。那你没有写预设应该好像是这些资讯。好，这时候呢我把我的请求说，请你，我告诉你我是谁，然后请你给我想要资讯，那预设是这个东西 OK。 好，那我希望他把这个 HTML 吐给我，你把你网站这个进去之后的东西吐给我 OK。 好，那这时候呢他这个伺服器接到啊，如果他同意，那么他就会回传资讯给我们。例如说，他会呢愿意回传资料给我们。好，他愿意回传。好，这个东西回传就叫做 response。你要叫做回应或是。都可以 response。 好，针对 get 的部分呢 response， 那 response 给我们的资讯的时候会包含什么？会包含什么？例如说我们刚才看的网站，它 response 会告诉我们说，我跟你讲啊，我传给你的那个你的内容的那个形态啊，
哦，就如同你所要的，它是 HTML， 而且呢，它的 character set 那个 set 哦，它的字元集哦，就它那个编码方式是 UTF8 哦。然后呢，也告诉你其他一些资讯，例如说什么伺服器我是用 Nginx 架的哦，等等。那原则上的重点是这个，我告诉你我的 content type 是这个东西，所以你的那个浏览器会接到了是一串什么？会是一串按右对这个空白处按右键检视原始码，会是这一串东西，哦，会是这一串东西。那这之后呢，浏览器接到之后呢，就去看啊它相关的一些HTML 的结构啊，还有它 CSS 的排版啊，哦，还有颜色啊、色调啊，还有一些元素等等哦，它都会被我们浏览器呢变成长这个样子哦，都排版排好了 ，OK。哦，就算我们要按下，你知道按下超链接，它网址一改，等同于我们按下 Enter， 它又重新再一次请求。OK， 好，那请求完之后，它会回复啊，哦，它回复，它告诉我们说，例如说这边，它的 response headers， OK， 例如说 content type， 他说我告诉你啊，那个我回传给你的呢是 text。HTML， OK， 这时候你收到的东西，在这里的东西就会是这种结构。OK， 你收到的就会是像这样的结构。这个东西呢，就是所谓的那个 text， 我换个字 ，text HTML 的格式 ，OK， 它就回传给你。好，那如果我今天跟他请求说，哦，那个假设有些网站哦，像我们之前我们之后会有个范例有讲那个政府公开资讯，这时候啊跟他请求的时候，他会请求一个 JSON 回来。例如说我今天跟他请求呢，我把它改成这个，例如说我把它改成那个也是请他齁，哦，给我那个 application JSON， 我跟你说，哎，请你给我 JSON 格式好不好，哦，我跟你请求，哦，这个 JSON 格式。好，那这时候呢伺服器那边他假设他的输出回传的不是HTML， 这时候呢它回传的是什么，它回传的就有可能是这个东西，我跟它一样，这边 application JSON。 好，那接下来呢，如果我刚才请求是这个东西，或是它本身预设就会回传这个东西给你，这时候呢它回传给你的东西啊就会是长，我看一下，就长这个样子。然后呢，例如说，跟你讲说，哎，你请求的结果啊是正确无误。然后呢，他给你一些相关的讯息，叫做那个下载成功。好，那接下来呢，其他的假设下载成功。我们假设要下载很多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有可能哦，不一定，它里面是一个 array， OK， 好，那这时候啊，这个 array 哦，它有可能哦，例如说是一个物件哦，例如说它的那个 ID 哦是那个什么 A001 哦，然后呢它的 link。好，假设它那个有个传回来的这个 link 呢，它叫什么？好，什么 HTTP 啊，哒哒哒哒，然后什么点什么点 PNG 这样子。OK， 好，点 PNG。好，那第二组呢？好，我把它移过来一点。好，这是第一笔资料，对不对？好，第一个小 O 的概念。接下来呢？好，它也是另外一组类似的资料。这时候呢？它有可能是 A002， 哦，那也可能是图片，对不对？然后呢，其他的就以此类推。它可能回传的就是这种
类似这样的格式，哦，它会类似这样像这样的格式。OK， 一个 JSON 文字哦，好，文字。那此时呢，它的结构就是 rotation 斜线 JSON。OK， 它就长这个样子。就是我跟他请求呢，最常见的有这两个方法，一个是我跟他请求 HTML， 这时候他就会像 LINE 这边一样，哦，把那个HTML 传给我。那有些网站呢，哦，那个他回传回来结果会是 JSON， 哦，会是 JSON。那这时候，哦，我例如说我以我们之后会讲到的案例，哦，来做这个那个，哦，例如说，哦，这是政府公开资料，哦，好。那今天呢，我如果请求这个网址，那其实你会发现它回传是这个结构，这个它其实回传长这样子，可是呢我把它用套件，哦，就是那个 HTML，那叫什么，那个 JSON 那个 formatter 那个这个套件的，哦，扩充功能，它自动帮我把这些餐厅的资讯呢，哦，就是变成好像格式化，哦，看得比较清楚，但其实事实上它传回来是这个样子一串字。OK， 那这个东西就是 JSON 的文字，好不好？之前有没有跟大家那个讲过 JSON 呢是一串文字 ？OK， 好，那它会被我们用那个 JSON 的 parse 把文字呢转成物件。OK， 所以呢，像这样子你会发现它传回来结果就不再是 HTML 咯，它不再是这个东西咯，它传回来结果是这种东西，这叫 JSON。OK， 这叫 JSON。那其实我们看一下，我按 F12， 然后我们再重新刷新页面。就看到这一页，对不对？好，看到这个部分。那其实呢，你会看一下哦，这时候啊，它的那个 content type 就你看，它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哎，我回传给你的，好，我回应给你的，哎，你浏览器啊，你要知道，哎，你目前你读到的是 JSON 格式哦，哦，是 JSON 格式哦 ，OK， 哦，是 JSON 格式。那这样子呢，就是整个那个 get 部分哦，这个部分是，get 部分的一个说明。好，那有时候你会说，那老师，我有听说有个东西叫 post， 有东西叫 post， 这个东西，啊，这个现在变成 post， 那 post 是什么意思？有没有看过 Google 表单？ Google 表单就像我们刚刚范例里面15-3或15-2里面，哦，这种 form 带过去的东西，只要送到这个 action， 例如说我们未来的假设，好，哦，假设。有个东西叫001.php， 它会接收到我们这边的值，好，接收到我们这边的值 ，OK， 那这时候呢，这个 form 里面这个按钮按下去，整个表单送出，你会发现说 method 是 post， 当我的网页是 post 的格式，就是我们要送 post， 然后呢，它是一个表单的格式的时候，我们就用 post 送出 ，OK， 好，那这时候代表什么呢？我代表我们这边啊。我先把它清空。我们这边呢，有可能是，我看一下，这个颜色好了。好，我们这边呢，有可能是，然后有个小按钮 ，OK， 然后这边呢，就输入所谓的 username。这边呢，就所谓的 password， 来输入账号密码。那你会发现，其实它外面有一层啊，把它包着。这一层呢，这一层我们就说，看一下这个。那它其实呢，就是所谓的 form 表单这个东西。好，送出去之后呢，你会发现，以我们这边为例，送出去是 post， 对不对？他就会把它送到伺服器那边去 ，OK。然后呢，伺服器知道你的结果之后呢，哦，他可能就帮你转址，哦，例如说，他可能就是有多一个什么机制，例如说叫做，我看一下，叫做例如说，我们叫做什么呢？好，例如说finish， 假设有页面好叫这个假设 PHP 好了，好，那代表说已经成功，对不对？这时候呢，它就把你切换页面，
哦，变成成功的讯息。OK， 因为你切换页面了，对不对？变成成功的讯息。哦，那这种呢，你看哦，切换它接下来就会把你切换画面。假设我送出之后，就被切换画面。哦，那是不是有时候会看到那个网站上面哦？假设我照这个逻辑去跑，我有一个网页，我它上面写一个，哦那个送出成功，哦，然后出现呢，按我返回上一页，哦，假设有这个功能 ，OK， 假设有这个超连结，对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印象？像 Google 表单就是一个嘛，哦，就是一个。这时候呢，它已经被切换到这个页面去了 ，OK， 那个伺服器呢，让我们哦，就是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 action。假设这个 action， 哦，它指定是刚刚那个 finish 页面，它读完之后呢，哦，它就会哦，就是出现这样成功的结果 ，OK， 哦，那这时候这边取得了就是取得结果，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这边取得结果呢就是 text html。OK， 它取得的结果就是像这样。好，那 post 呢？如果你指定的是 application 的 JSON， 那如果对方也是还给你 JSON， 这时候呢，你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哦，你也会变成这个样子。OK， 这就是 get 跟 post 之间的差异。哦，一个是透过浏览器送资料过去，哦，跟他请求一些资讯，那他就把 HTML 吐回来给我们，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哦，就是我们读这个东西，对不对？哦，读这些东西。另外一个呢，是透过 JSON 的概念哦，就透过那个要求 JSON 啊，哦，如果他刚好也是取了 JSON 哦，就是不论你有没有要求，如果他网站都会返回 JSON， 就会出现这个格式。哦，那你发现是不是长得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讲的格式呢？如果它多了几层，对不对？哦，它第一层呢就是 result， 好，哦，下面才是它因为 result 这边是物件哦，所以会有 key 跟 value 的概念。好，哦，那再另外补充一点，如果今天呢，啊，我今天把它放大，我把这边清空。如果今天有些人的网站，你会发现它会出现像这样的效果。就这样。哦，那可能是什么，例如说 index 或任何一个东西，假设它是问号，哦，或是 index 出去啊，那有点太长。比如说问号，然后呢，它的那个我想一下，叫做什么 ？ID 等于那个007，然后呢 ，and 我先把它往后面拉，哦 ，and 那个。ID 等于007，然后跟他的，例如说分数好了 ，score 等于，我把这边过来100 ，OK， 好，有些网站你会发现是不是问号后面会有个 key 跟 value 的概念，是一组一组 key 跟 value， 好，例如说我这边画一下。会一组 key 跟就问号后面会有 key 跟 value， 然后另外一组 key 跟 value。好，如果你看到网站上有这个东西啊，那么这种组合，好，哦，这种组合 key 跟 value 然后很多组，那你可以很多 and 哦，就 and key 跟 value and key 等于 value and key 等于 value， 这时候这个东西就叫做Query string， 它就叫 query string。OK， 它呢，除了我们 get 去读到网页上内容之外，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 query string 去改变网页上的结构，就是它回传给我的那个内容呢，可以因为这样子而有所变动。例如说，我们到104人类银行，欸，为什么又是这个 HK？来调整一下我语气啊，乖乖。好，那假设我今天到这个页面去，那这时候呢，好，假设我今天叫 JavaScript， 然后我直接搜寻，
那你看哦，它是不是好、哦、就会这边有一个我们输出的字，对不对？好，以及它里面分成全部啊、全职、兼职、高阶、哦、其他等等。那你看这上面，我的网址上面有个第一组 key 跟 value， 好、哦，问号后面第一组 key 跟 value， 它是不是 keyword 等于 JavaScript？ 有时候如果它 get 变数哦，就是它 green string 带过去的时候，它可以把 get 的相关的变数，它的 key 当做这个，然后它的 value 当做这个，然后这一整组呢是第一组 key 跟 value，and 下一组 key 跟 value，and 下一组 key 跟 value。例如说，我今天如果把这个 keyword 改成 Python， 那你看网页上的那个栏位的值就变 Python， 为什么？因为它会去读这边的 key 跟 value， 它会读这边 keyword 的 key， 把 value 呈现在这个文字栏位上面。好，那我先把它改回来。好，那你看哦，这边是不是有时候会有全部、全职、兼职、高阶，对不对？好，就我所知，会让每次只要被选中预设或是说有选定的部分，它这个超连结啊，下面都会固定有一个橘色的横线，好，一个 button border， 就是底层的一个边缘线、边线。那我透过观察，它是从这个 RO 等于0好来作为基础。如果今天它判断当它 RO 等于0的时候，它会针对这个东西给它底线。如果是 RO 等于1呢，就针对这个东西给它底线。所以这时候我如果把它改成1，再读一下这个网站，你会发现它底线原本是橘色底线，在全部现在变成全橘。如果改成齁，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它改成2，那这时候你会发现是变成兼橘。OK， 像这种东西好，就叫做 green string。那我记得，我不确定这边有没有，看一下这边，有些网站它会有，就是它会有一些这方面的资讯。看一下这边，好，这边没有，这边这个网站没有提到。好，有些网站它会告诉你说，哎，我的 green string 长什么样子，好，我的 green string 长什么样子。所以呢，这就是好整个网页在传递资料的一个流程。 OK， 有些网站呢它会读 ID 的007，例如说今天呢我到网址上面的 ID 007，假设你是007号那个同学，那么就有可能这个页面跟你有关系、哦、可能是你个人页啊、哦、例如说你像我们脸书上面不是斜线后面会有一些特别自己个人的代号吗、哦、或是说所谓的那个 profile 等于多少那个流水号，其实就是读你个人的页面或是跟特殊的那个代号有关系的页面它的结果。OK， 这部分呢，好，我已经那个做了一些简单的说明了。那我先把它看看能不能都 NG 啊。把这值呢贴上去。好了，等它好，那 complete。然后呢，我把它复制连结，好贴在聊天室里面。如果你觉得这张图对你有用、哦、你除了去看到那个页面之外呢，你还可以把它按右键另存图片、哦、把它存起来当做笔记的一种、哦、如果有需要的话。 OK， 好，这部分呢让大家、哦、去感受一下，你可以到 LINE 贴图啊看一下它的结果，以及呢、哦、我把这贴给大家、哦、政府公开资讯我、哦、贴在聊天室里面，政府公开资讯的内容我们之后会讲到，而且呢我会多补充一些我们讲义里面没有的东西、哦、让大家玩玩看。好，那接下来呢、哦、就是你也可以到104里面看看这些 keyword 你改变之后，以及 RO 这个部分改变之后它会呈现什么样子。 OK， 好，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呢帮我玩玩看咯。那这些东西我们之后呢在那个16就非同步传授部分、哦、那个我们会再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说明以及相关的用法。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基本的一些说明。那其实在我们讲义吼16这边也有提到吼，有个东西叫 AJAX， 那这是补充说明，对不对？好，就我们这边有前端环境跟后端环境，网址呢是后端环境提供给我们的。这时候如果今天我们把一个网址放在浏览器上面，这时候呢就会是一个 GET 的方法，此时我可以跟他要求说我要的是 HTML 或是 JSON， 这时候呢他依据我们的要求，如果他没有要求预设应该就是这个卷式原始码这个部分，那如果有要求呢他可能会传就是 JSON，
就会呈现这个结果。那如果只是单纯的 HTML 就会长得像类似这样有个网页的一个样式。OK， 好，如果是 post 呢，就代表他现在目前这个表单，他现在送出的时候，他把它送过去，帮我们，然后之后呢，他帮我们转址，这时候呢，也是让我们读取他的检视那个网页原始码的内容。那假设呢，好，这边是那个这边是那个 Google 表单，那是不是送过去之后，哦，就告诉你这个结果？那这个结果送回来的就是 HTML 检视原始码，哦，就是检视原始那个网页原始码的内容 HTML。然后呢，再透过浏览器的机制，就像这样，我们那个这样结构，它就会被浏览器自动读成像这个样子 ，OK。所以呢，基本上这是浏览器哦跟那个所谓的后端的环境呢做请求以及回应的一些流程 ，OK。好，那这部分呢，哦，我们那个因为快要整点了，我们就让大家休息一下，到那个十分回来。OK， 待会回来我们就把那个 H 的部分呢，好，再说明，好，然后同时呢，再透过一些实务的案例，好，来操作。OK， 大家休息一下咯。那接下来呢，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AJAX 这个东西啊，好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那个 XML， 什么意思呢？好，就是说在浏览器哈不需要重整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不会像 Google 表单。一定要按下送出钮，然后切换下一页，对不对？有时候你像什么脸书、IG 或是 YouTube 这种东西哦，如果哦，当然，那当然我们那个搜寻哦需要换页，可是有时候我们在滚动卷轴往下看那个搜寻完结果的时候，它会一直预读一些资讯，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呢就不换页的概念，在不换页的情况之下，直接向伺服器呢哦取得资料的一种传输。的技术，啊，那提高那个网页的互动性。那有种东西叫非同步跟同步啊。什么叫同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邮局，就是抽号码牌，或是到我们总区的话是华南银行嘛，或是任何一个临柜的单位哈，就是小福那边。那你是不是要抽号码牌？除非你是有做其他的临时用途，不然一般来说是不是都要抽号码牌？然后呢，你抽到号码牌之后，直接那个等候叫号。叫号之后呢，是不是就会那个你就到那柜台去，好，做一些事情，对不对？然后呢，全部的人都会等你，或者说后面的那几个号码都会等你办完，然后等你离开才会过去，或者被叫号之后才过去，对不对？啊，而不会说你突然之间要那个除会除到一半，然后人家用手肘敲你一下，不可能啊，不可能的事情。好，所以基本上那个这种一个来的就叫做同步。就好像我们程式码一行一行执行这东西叫同步。好，那什么叫非同步？今天教室里面，哦，或是我们参与一些测验或是检定，教室里面，哦，假设监考官他从班上的最左上角开始发考卷，哦，一排就是一排一排这样发。那假设你坐在整个班的最右下角，是不是最后才拿到考卷？可是如果以非同步的角度来看，好，我们这样讲，讲非同步的角度来看，你看哦，我们从左上角一路发到右下角，是不是我们是最后面才拿到考卷？可是请问一下，我们有可能最后交吗？我们有可能提前交啊，对不对？45分钟之后写名字就出去嘛，所以基本上就至少可以做到这样子就可以交卷啊。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那个同步情况之下，发完考卷之后，一定要第一个拿到考卷的人先交，后面第二个人才能交，然后第三个人才能交，这叫做同步。如果今天叫非同步，什么意思？我从第一个发到最后一个，可是有可能我们班上第三排第四位同学先交，第六排第六位的同学交，然后再换第一排第二位同学交，然后换第四排第二位同学交。这种东西是我虽然说从最左上角一格一格发到最右下角，可是我回应的情况，我 response 的情况却没有随着我发放考卷的顺序来加以回复，而是就是我传过去任何一个考卷在写作过程中，有可能中间的人先交卷，这个情况下叫做非同步。好，非同步。好，所以呢，那例如说，那你说
老师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可以展示一下什么叫做非同步 ？OK， 好，我先把第十五关掉哈，就是把第十五关掉。那这时候呢，我来体现一下什么叫做非同步的概念。好，叫做我就说这样。好，这个你们不用打，好，你们只要知道就好。今天呢，如果我要写个 script 标签，好，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是不是有个 set timeout？好，那第一个是放那个callback 方式，就是我们时间到之后要执行的程式。那今天呢，好，我如果是例如说三秒，我希望它 alert 什么 alert 那个第一位。好，那另外一个呢，我写八，然后写那个第二位同学，好，就好卷，看哦，我从第十一行开始发给第一位同学，然后呢，到第十六行之后呢，发给第二位同学。好，那如果大家对 set timeout 还有印象，是不是代表三秒后会 alert 这个东西？然后呢，这边是在八秒后 alert 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就把它打开来看看哦。三，跳出第一位同学，四、五、六、七、八，有没有？是不是出现这样子？好，就是五秒后呢，然后在那个八秒。那你会发现呢、啊，好，这边有个最大差异在哪里？我同时执行完了，看哦，我考卷一起发下去哦，从第一位一瞬间，考卷每个都发下去哦，例如说。整间教室发考卷时间只花了一分钟哦，他说每个人手上都要考卷。好，那是不是这边是代表说我一二三第三秒的时候是不是会那个 alert， 对不对？但是我因为我大家一起写考卷啊，我是不是先发给他再发给第二位同学，可是因为他们距离实在很近，所以我是不是在写到第三秒的时候我是不是也会经历他那三秒，所以这代表说整个时间开始执行的时候第三秒执行这个东西，而第八秒的时候执行这个东西，对不对？好好，那有趣啦。那我再问一下，如果今天这边改成八秒，这边改成三秒，那请问一下谁会先执行完？好，谁会先执行？好，问一下 OK。 好，我再说一次哦，我们这两个东西都是事件，那事件它就不是同步啊，因为事件有可能触发，例如说我们那个 at event listener， 它是不是按 click？ 我不会在我写这个at event listener 第一个或针对第二个按钮或针对第三个按钮给它事件的时候，它会个别触发，不会。我们想按什么就按什么，我高兴我就按第二个按钮，再按第三个，最后再按第一个。好，刚刚呢，我们现在是原本我们刚刚是一开始三秒，然后是八秒之后，好，第二位同学才执行完，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不好意思，我第二位同学就是准备的课业准备比你充足，写的比你快，你纵然是第一个拿到考卷，不好意思，我还是比你先写完。这时候这概念就是事件非同步的概念。 OK， 好，所以答二的同学这个部分好，这是不错。那我今天如何让它变成同步？你看哦，我同时发卷，一瞬间啪发给第一位同学，啪发给第二同学，可是第二位同学写得快，三秒就写完，第二同学稍微弱一点，八秒才写完。好，我说他的名字之外就可以交卷了。这时候呢，如果今天希望他是真的，我不管你，我一定要八秒执行完之后，第九、第十、第十一，就是八加三，第十一秒的时候我才执行第二位，怎么办呢？好哦，我们怎么样让非同步变得同步？是不是八秒后才执行这个 alert？ 那这个 block 里面是不是可以写很多行程式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set timeout 从外面丢到里面？代表什么？代表我今天等八秒之后，是不是执行这个 block 这个大括号里面的那个内容，它在 alert 完的同时也执行这件事情，所以呢，它一定是等它
八秒后才会触发这些程式码的内容。那你看哦，我第八秒的时候触发，是不是接下来等三秒才触发第二位？所以就变成第九秒、第十秒、第十一秒才 alert 第二位同学。OK， 好、哦，这就是让非同步的东西变成同步的一个方式。不过它会有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我有三位同学，一秒，好，第三位同学，好，我希望今天纵然第三位同学非常聪明，一秒就把答案写完，然后第二位同学不错，三秒写完，而第一位呢比较慢，八秒写完。可是不管你纵然是非同步的概念，好，就事件是一个非同步的概念，可是我却要求你不行，你后面两位同学不能交，一定要第一位同学先交。啊，第一位同学，我们后面两位就等他八秒过后嘛。所以八秒后是不是第一个function执行这个？好，执行 alert 第一位同学之后，是不是开始他下一行执行这个东西？是不是三秒后、八秒后呢？然后三，然后那个第九秒、第十秒、第十一秒，是不是就做第二位同学 alert？ 那做第二位同学 alert 的同时，也开始执行这个第三位同学的 set timeout， 所以呢，变成说那个第十一秒之后的第十二秒结束就 alert 第三位同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假设我们今天到这页去，好，八秒后呢，我们马上按下去，好，九、十、十一。十二，有没有？所以呢，我今天如果要让一个非同步的概念同步，就是要用这种方式。那你会发现这有什么缺点？当我班上同学有六十位的时候，那不是开玩笑欸，他缩排缩好，缩很大、欸，他一直变成像一个金字塔或是一个角锥的概念。这时候呢，维护起来就会非常不容易。那这之后的东西，我如果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不会讲哦，不是我们基础课的内容，它是进阶课。那我会有个解套的东西叫 promise， OK， 好，这东西就是一个承诺的概念哦，就是我只要设定完的承诺，它就会透过我执行完第一个 function， 然后执行第二个部分。但是这个 promise 它是平行的，它就不会像这样缩排那么严重，它是有点像小山峰，一高一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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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维持一个缩排的范围内。啊，那但是这个方式一高一低，一高一低还是不好啊，所以未来呢会出现一个叫东西叫 async， 那个跟 await， 哦，这个东西是所谓的 JavaScript ES6 有的，这个东西是比较近年哦叫 ES7 有的东西，但是呢不在我们课程的范围内，我们是基础篇，未来如果有机会我再开进阶课程的话，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好，或许可以来听听看，好，那如果到时候有实体课程，或许哦，可以讲的更多。好，那这个就是呢，如果要把非同步东西变同步的一个做法，那是额外补充。好，那我们现在做的跟 FB 跟 IG 一样哦，就是我们不要切换页面，直接按下一个按钮，帮我们送资料到伺服器去，然后呢，伺服器再从我们的浏览器机制偷偷的传回来给我们，我们页面从头到尾都没有刷新，这该怎么做呢？原则上有三种。一个是传统的 XML HTTP request， 它呢是只用 Ajax 这个技术啊，从伺服器端取得 HTML 或 JSON 的资料，但是并不刷页面的情况之下取得资料。那你看哦 ，XML HTTP request， 我看一下这边 ，XML HTTP request XHR， 你会不会觉得很像一个东西？按下 F12， 然后刷页面，然后选择瀑布最大，好，你会看那个东西 XHR， 然后呢旁边有个 Flash， 他们两个概念是一样的。那我们呢会先讲 XHR， 之后再讲 Batch。OK， 那最后面会有一个那个 jQuery， 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用到 jQuery， 所以我们会以这两个为主。
会以这两个为主。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补充，之后有机会再补充那个另外一个。好，那如果说那个 jQuery 大家不熟没关系，我们就从语法面慢慢的，好、哦、让大家试着打打看哦。其实 jQuery 的 Ajax 也是，好、哦、就做的不错。好，我们先从 XHR 开始、哦，就是 XML HTTP Request 开始。好，那它会有些说明，例如说我们如何建立这个物件的实例化，还记得我们之前有个 New Person 吗？跟 New Date 哦等等的一个工具。那意味着它里面这个类别里面有自己的属性，有自己内部的变数哦，以及自己的方法，对不对？这时候呢，哦，我们就把它实体化，哦，例如说 XHR。好，那这时候呢，如果今天我们想要看一个网页，我们可以建立连线资讯，例如说什么 XHR 里面的一个方法叫 open， 第一个参数是 get 指什么？我要使用这个 get 方法，就是我要看你的 HTML 或是所谓的 JSON。好，那这时候呢，第二个参数是放我要看的网址，就是你如何放在网址列上，你就是贴上这个东西。好，你要看到什么东西，就是贴上网址上列上面的这个字串。OK，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open 只是设置的连线资讯，还没开始连线哦。所以我们会有个东西叫点 send。好，我们之后会有个范例呢，是可以夹带档案的 send。OK， 我应该会特别讲到。好，那这时候呢，好那个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它呢进行连线哦，就是说有点像是按在那边按下 Enter 的概念。好，那按下 Enter 之后，总要有东西取得我们看到的这些结果啊，例如说这个，总是要能够看到这些吧？那、啊、怎么取得呢？好，以 XML HTTP Request 的方法来看。会透过一个东西叫 unload 这个事件，哦，我们会有个属性当做事件，哦，它的是点 unload 里面它是一个属性，那它呢它的属性的指的是一个 function， 代表说当我读取完毕的时候会执行这个 function， 然后呢有趣的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文字都会变成 this 点 response text， 就这个东西 response text。取得回应的内容 ，OK， 它取得回应的内容。那其他呢？我们有写没写都无妨哦。好，那现在我会希望做什么？今天呢，我会希望假设我以我那个为例，我看一下。好，我们待会我们到时候会改一下那个，比如说我们这边叫做这是用 XML 还是什么？不是，我看一下是用。TypeAPI Open API 吗？好，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16G 的结果。今天呢，我希望哦，这个东西我们改掉，我会把它改成这个。哦，待会会贴给大家，我就是会把它贴在那个聊天室里面，哦、应该可以用。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一页。好，我们希望什么？我那个程式是我自己写好的，那程式码我都给大家，放在我们的那个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哦，这个程式码在这边哦。如果你有写 PHP 的话，或许可以直接使用这支程式。如果没有没关系哦，那个有机会，那个你再问我说我大概怎么做，我会再教给各位。OK， 好，那现在呢，我们执行这个东西。那我们按下 F12 看看有没有报错，我看一下 console 面板。那我们找一下刚刚的 line 贴图，例如说我们找这个，好，这个卡纳赫拉，好，有点不常念，所以好，那我现在把这个复制起来贴到这边来，我看看会取得什么。等一下，好，你看到哦。它是不是出现 LINE 贴图了？而且还可以，哦，取得它 LINE 的贴图的资讯，有没有？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另存？哦，不好说哈，就是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对它加以排版或做什么 ？OK， 那我们 16G 呢就准备做这件事情。所以，那你会发现我是页面没刷新，对不对？哦，我再跑一次，我刚才那个页面没有刷新啊。哦，你看按下去哦，我刚才按了一下。我没有刷新的，对不对？我是不是还是同业？
那我今天如果、哦、我现在重读，我把这个关掉。好，然后我另外选一个，例如说个人原创啊，我们就官方贴图跟个人原创，表情贴里面那个程式没有写。好，那个例如说这个我离开床会那个，好，我把它复制起来，我再开一次。我跳这边来，然后看一下 F12， 看有没有错。记得我如果写 JS 的时候 ，JavaScript 的时候，如果有没有错这件事情，要看 console 面板，按下去。好，我们等它读，你就发现是不是长这样子？这里可以取得图片。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呢，就要来做这件事情。OK， 就要做这件事情。好，那请大家呢，好，这是先关掉，我这个也关掉哈。请大家帮我开16之1，然后对了，这边我说明完毕，16之1之外，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个文字栏位，对不对？跟一个按钮，这时候啊，就不用再自己另外打，我们或许可以考虑从这个EX 里面哦，我们把16之1的范例，哦，你不要复制程式码，我们把这个部分 body 底下这几个元素的部分复制起来，待会我们拿来练习用。OK， 帮我复制一下这个部分咯。我们现在呢把这个 layout 放好之后啊，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待会呢我们就看这页就好，我们看一下这边，好，这个我们就把它合并在一起，有没有怪，按下 F12。 那其实如果今天呢好检查元素的话，其实是不是只有这个 input button 跟我们到时候上次练习啊，我们是不是讲过说我们如何Create element， 然后呢，再把它 append， 或者说加其他的元素跟其他的超连结以及文字哦内文，例如说我们会针对那个文字节点又把它 append 进去，对不对 ？append child 进去，最后再丢到 li 里面，然后呢再把它 append 到这个 ul 里面，哦，把它变成像刚刚那样列表的格式。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哦，就希望说我们按下什么？按下这个按钮取得 LINE 官方贴图的时候，他帮我把这个 LINE 的官方贴图丢给我们的那支 PHP 程式。那丢过去之后，他会把一个 JSON 回传给我们。我们如何把那个 JSON 结合起来之后，产生在页面上？哦，产生在页面上。那这时候呢，我们就 script 标签。我今天呢就取得 JSON 字串。好，那我就选择器哦 ，Create Selector， 然后选择谁呢？我们这个LINE官方贴，我希望按下去就能够一连串的行为。这时候哦，它的 ID 叫做 btn_request。好，我给它一个事件监听，叫做 click。然后呢，它执行完之后呢，会回传回来，还会 event。OK。好，那这时候呢会请那个会这样，例如说我们现在呢先取得 URL， 好，按下按钮之后会取得 URL 这件事情怎么做呢？好，例如说 let URL 等于什么，我们的文字元素哪一个，是不是这个 input， 然后它有个 ID， 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用选择器 create selector， 用那个 create selector 去，好，例如说input， 然后呢 ID URL， 对不对？这个 ID 为 URL， 是不是这个文字栏位的那个名称？是不是这个东西？对不对？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尝试，我们是取得这个文字哦，那我们就现在就 alert， 试试看我们有没有真的取得这个文字，哦，就是有没有取得这个事件，同时就取得这个文字，并且加以输出。所以这时候呢，好，比如说我就随便放一个这个 alert， 哎。他跟我讲说，是一个什么？哎，这是我们的网页吗？等一下看一下，他会输出哦。我知道，抱歉，我还少个东西。那个我们刚才取得，他讲的是那个什么，我们的 input 的元素，对不对？那我突然想到，原来我少了一个东西，就是点 value 取得它的属性。所以这时候呢，它回传它是值，而不是单纯的元素，有没有？是不是这种网址？OK， 那大家花点时间帮我 alert 看看 ，OK， 帮我看看这个整个事件有没有整个贯通。如果说我们过去到现在
那个如果大家还有一点时间回头去复习的话，或许这部分呢对大家没有太大问题。那现在我们能够取得 URL 之后呢，第一关呢我们要先过滤这个 URL 是不是空，所以这时候呢，好，如果 URL 为空，则不往下执行。好，如果呢我们的 URL 为空，那么就刚才讲说，哎，请你啊，请输入，好，例如说 LINE 官方贴图，然后呢就不要再往下执行了，就 return， 然后 false， 为什么？这个 callback function 这个回呼函式啊，好，你只要在这边 return 之后，好 return false 之后，它就不会往下执行，它就不会往下执行。OK， 例如说我现在往下，我这边按下去，哎，请你输入 LINE 官方贴图。那如果今天我输入这东西呢，它就会照实的，哦，就因为后来我们没有 alert 了，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太大的问题。OK， 这方面呢就是哦那个过滤的方式。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现在建立连线，好，我们要模拟呢，我们现在把网址丢到这上面，好，例如说我先新开一个页面了，然后把它丢上去，我希望能够模拟这件事情，我希望能够模拟这件事情，然后取得这些文字，那该怎么做呢？好，接下来好就建立 XML。那个 HTTP request 附件来进行 AJAX 非同步传，其实它已经叫非同步了，所以叫做传输好。好，这时候呢，我们就 let 一个好，名称自己自取哦，这个变数名称你打个 X 也无所谓。假设我们叫 XHR， 好，就学那个往那个浏览器上面写的 XHR 等于什么 ？new 一个 XML。好 ，HTTP request 这个类别。那现在呢，我们要 XHR 里面有个 open， 第一个参数是放刚刚讲的 get， 对不对？好，刚刚讲的 get。所以呢，现在第二个参数是什么？第二个参数就是要放什么？放那个刚刚我贴给大家的那个网址，例如说，我刚才贴给大家的哪里？好，这里，我就。贴给大家那个聊天室里面网址，好，我看一下在这边，好，贴上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如果用 query string 的话，我们用 query string 的话，会去结合这个 URL， 我们就做字串的合并 ，OK， 好，第一个先建立这个物件，接下来呢，这个物件里面的一个方法叫 open， 它第一个参数是告诉人家说，告诉连线说，我要用 get 的方式来开启。然后呢，我要放的网址是什么？是这个网址加上 URL。那你会说，那老师啊，你给我这网址到底是干嘛？这时候我们就把它这个网址贴起来。你看哦，后面是不是要贴我们 LINE 的贴图网址？我的程式里面写的是，例如说我这边放一个野生喵喵，我贴上去哦，哈 ，URL 是等后面的值会等于这个网址。按下去之后，我们等它一下，你会发现是不是看到了这些东西？好，例如说我抓这个，这样子是不是？好，正好迎合明天的氛围，所以这时候呢，好，你会发现是不是结果好？那我们今天哦，你会发现是不是这些值只有这些？那我们看看其他的部分，例如说有没有声音加动画的？声音是不是有波浪啊？这个假设这样。好，有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好，我们的程式就会自动帮我们决定哪些值会有哪些资讯。你会发现，是不是？好，这个静态图也有。例如说，我不要看第一个，我看第二个。好，第二个，我随便抽一个，随便抽一个。好，假设这个样子，有没有？是不是静态的图片？那你看哦，这是静态图片对不对 ？static URL。那如果它是有动图的功能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它应该长什么样子。有没有？它就变成动画的图片了。它就变成动画的图片。好，那接下来呢？
它还有声音呢。好、哦，那如果你是有些是那个跳出满版的，那个 pop up UI 哦，那个就会有那个东西。这时候、啊、我们来尝试看看，它应该出现什么？好，假设出现这个，哦，播播看，随便播。哦，它就变成这个样子。哦，所以呢，我们只要给它这个网址，我们的 PHP 就会自动帮我们找到相对应的资讯。好，那我程式都给各位哦，你们如果未来有兴趣研究 PHP， 或许可以考虑哦，看看程式码里面的内容。所以呢，如果我们把网址这个 LINE 贴图网址贴到这边去，是不是就可以？哦，原则上呢，就会准备要建立连线。可是刚刚提到啊，我们只是放量，只是建立连线的资讯，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透过 XHR.send 才是真正的进行连线？然后它会有个事件哦，就是我们选择其中一个，就我们范例里面会有几个 callback function， 但是我们这边以这边为例哦，连线完成所那个触发的事件，大家只要练习这个就好。XHR.onload 我读完之后，它这个属性呢会等于一个 function 哦 callback function， 那这时候哈、哦。这个我们就会告诉自己说，这边你可打不，你可打可不打哦，这边只是会有个判断哦，连线完成。接下来很有趣哦，这个地方哦，它会哦这个回传结果，回传字串形态，回传字串形态。这时候我们就 console 点 log this 点 response text。哦，这个 this 呢？还记得我爸爸跟大家讲过，就是说我们今天呢代表这个语言这个物件的概念有两种，就是一个叫做那个同样代表元素，或者说代表物件或元素的这个东西，有 event 点 target， 另外一个呢，例如说我们一个是 event 点 target，另外一个呢叫 this、哦、都是指、哦、自己这个元素 OK、哦、都是指自己本身。好，所以在这边呢、哦、如果用 this 点 response、哦、text， 那我们看看它除了连线完成之后、哦、还会回传什么。这时候啊、哦、我们就到我们自己的页面哦，都还没开发完 哦我们现在只出现这个结果的情况之下，我们只写这个的结果情况之下它会出现什么。好，我们就去找 line 贴图。好，假设这个我们看看喽，哦，它会出现什么？你看下面是不是有连线完成，同时它又输出哦，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结果，对不对？这个结果哦，那你说老师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因为我有装那个扩充功能哦，那个叫做什么东西哦？叫做好像叫做扩充功能。JSON format 让拼吧，哦，就是这样子。我的扩充功能是用这个，哦，你可以到那个应用程式这边哦，就是线上应用程式商店去找到 JSON、哦、format， 那你会看到这个东西，我就是装这个，哦，那评价看起来好像还可以 ，OK， 1000多人呢还可以维持这个水准 ，OK 啦 ，OK， 所以呢，我就用这个东西。好，那你可以待会呢请大家帮我尝试看看、哦、如果今天呢我选择的是这个、哦、那你、哦、会读一下子对不对、哦、因为我家伺服器、哦、那你就会读到这个结果、哦、请大家呢先帮我输出这个结果 OK， 我把这边想让大家参考一下咯。那原则上呢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当然注解不用打、哦、大家除非要笔记，不然注解只是我为了拍影片哦，那个有时候有些同学他不见得能够听开放开声音，那我就写一下文字，让他们知道说，哎、欸，我现在在做什么这样子。好，那个接下来呢，我们就往下，我们取得了这个文字哦，那我就先把它删掉。好，那这个连线完成可有可无，这个只是来看一下。那现在啊，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是不是要取得这个文字，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做什么？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刚才这串文字变成什么？
变成真正的变数，真正的 object 给我们用。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来尝试看看，如果今天我不写这个，好 ，OK， 我们将传回来的 JSON 文字，我是 JSON string 啊，字串，转成物件。好，这时候呢，我们就 let 一个 obj 等于 JSON 点，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把 JSON 字串转成我们程式语言看得懂的变数，例如说阵列物件，这时候放的就是这个东西。OK， 这时候呢，哦，这堆文字就会被丢到这边去，变成了物件形态，哦，变成了那个类似这样物件的形态，可以让我们操作。OK， 这个东西呢就是 OBJ， 哦，这个东西就是 OBJ。好 ，OBJ 里面是不是假设你传的机会东西是成功的？它是你这个物件里面是有个 key 叫 success， 那如果你成功，它就是 true， 你就会看到成功讯息以及 results。如果不成功，你没有 results 而只有 info， 它可能就会出现下载失败。好，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用这个 obj 里面的 key 叫做 success， 用它的值呢来当做 if else 的判断。所以这时候呢，好，第一件事哦。我们呢现在要准备把这个 UR 里面啊多加一些 LI， 对不对？我们要尝试把它丢一些 LI 进去放，好，多一些丢一些这个东西进去放。好，那这时候呢，我们一开始先选择它那个取得 URL， UL 这个东西，好 ，let UL 或是 my list 都可以 ，UL 等于呢 document first letter。然后呢，就 ul， 然后呢，它的 id 是 ul my list， OK， 我们之前的练习呢，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就会对这个 ul 呢，好，有点概念。好，那现在呢，我就要判断啦。如果你回传成功啊，那么则显示贴图在网页上。所以呢，我们就来判断哦。哦，你看这个 obj。它是不是这个东西 ？OBJ 哦，这个大括号是 OBJ， 它其中的 key 叫做 success， 例如说它其中一个 OBJ 里面有个 key， 它叫 success， 它的值呢是 true 或 false， 所以呢我们就要用来判断，如果它是 true， 我们就要用 for 回圈去执行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个每个小哦，这外面是大 OBJ 对不对？里面是小 OBJ， 假设我们叫做小 O 好了，哦，取回来每个都是照片的资讯。这时候啊，哦，我们是不是就要把它，哦，跟那个 LI 结合，对不对？哦，跟 LI 结合，所以这时候我要怎么办呢？哦，如果它是 true 的话，这时候，哦，就是准备 for 圈。那还记得类似 for of 的概念吗？我今天呢要把这个results 里面每一个小 O 都挖出来，所以这边呢，我希望把小 O 挖出来。这个小 O 呢是在谁里面？哦，它是哪一个东西的成分呢？这时候是 OBJ， 哦，它的那个 results。OK， results 为什么？因为我是 success 等 true 啊。有些同学说，老师为什么你不写这个 true 呢？因为这个值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它代表值就知道是 true 或 false。所以我们不用再另外判断，为什么？你把 true 丢进 if， 它是不是会执行？对不对？所以呢，你把刚刚那个放这边，它只是 true， 是不是一样也会执行？能够执行代表我这边设计的时候是一定会有 results。这时候呢，就个别把这边哦拿进来，就是把小 O 拿出来跟 LI 做结合。好，那这时候呢，好，我们可以尝试看看，今天我们可以 console。点 log， 我们先印出来小 O 有什么呢？好，这些小 O 啊，就是这里面这些小哦，相对于外面的物件，它是里面其中哦单元的物件。物件里面有什么？好，假设我们需要印出这个 static URL， 好，因为 static URL 一定是都存在，你不见得会有 animation 的 URL， 你也不见得会有 song 的 URL， 但是你一定会有 static URL， 因为它是静态的代表性的图片，所以这时候呢贴上去。好，我们尝试看看伺服器，假设我这边贴起来
我们的环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OK， 他就贴一堆图片给我们，好，他贴这堆图片给我们。OK， 好，那这部分，啊，例如说我们那个建立连线啊，好，那建立连线大家应该已经建立完了哈。这部分呢，帮我输出看看哈。OK， 把每一个小 O 呢挖出来输出。好，那这部分给大家那个两分钟时间，帮我输出看看喽。那现在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些小 O 的相关资讯跟那个 LI 结合，然后一个一个 append 在这个里面，对不对 ？URL 里面，然后呢显示我们刚刚看到的样子。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它呢开始一件新增 LI。好，如果大家有印象呢 ，let li 等于什么 ？document 点 create element。好，那 element 因为我们要 li， 它自然就是 li， 对不对？好，接下来呢，因为刚刚你有看到我们范例是不是有个图片跟一个超连结，所以呢，好，我们就新增 img let img 等于 document 点 create element， 然后呢，它叫做 img。哦，图片的那一个元素，然后呢 ，img 呢，我可以透过 img 点 src 代表什么？图片的那个 src 属性代表图片的原始档来源。那刚刚我们不是使用小 o 里面什么 static url？ 好，你也可以改成，如果你放的是动图，你也可以改成动图。那 static url 通常是固定的班底哦，所以它不会不见。好，那我知道这个图片。但是啊，我也希望给这图片一个 CSS 哦。跟他讲说，哎，哦，像之前我不是写说 CSS 是 width 对不对？可以这样设定，然后等于例如说200 pixel 之类，对不对？但是呢，其实还有更粗暴的写法。这个 style 其实可以直接给他一个值，而且呢，如果你平常有写 CSS 的习惯，这边应该并不陌生。OK， 直接就粗暴的给他这个东西。哦，当然你也可以给他其他的哦。比如说，但是不用，我就给它宽度，它会自己找相对的值。OK，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照片它的来源是什么，然后呢，它的宽度是200，哦，那它的高度会随200，就是宽度200，然后做一些那个动态的同步修正。好，我们新增图片有了，对不对？现在呢，我们就新增 A 元素。好，那我们的 let 呢 ，A 等于 document 点 create element。放一个 A 在里面。好，那 A 里面要什么？是不是 A 要有 href？ 那 href 是什么？就是静态图啊，对不对？是不是静态的图？我希望超链接按下去是这一个图片。好，那今天的 A 里面有个属性叫 target， 我希望呢它的值，我希望它的值是什么？这个是 blank， 另开新视窗。OK， 好，有了 UI， 有了 LI， 有了图片，有了 A， 现在 A 里面是不是要个内文？所以呢，新增 text 怎么办呢 ？Let text node 等于 document 点 create text node， 然后呢，里面放什么？我今天如果不知道放什么，或许可以考虑哦，找它的 ID 作为它的那个辨识。用的一个那个编号，所以呢，这边放小 O， 那因为小 O 是不是有 static 等等东西，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小 O 的结构里面，除了 static URL 之外，还可以看到 ID， 对不对？还可以 ID， 所以我们就用 ID 当做超链接档名，然后把这个文字呢放到 A 底下，所以 append child，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 text node 存进去，此时。这个 A 里面就有内文。好，那接下来是不是主角是 LI？ 我们呢看你要先放字还是先放图。这时候我们就那个整合，例如说 LI 点 append child， 看你要先放图还是先放那个。那我假设我先放图片，再放超连结，最后你的 A， 你的那个 LI 跟 image 跟 A 都整理完之后，哦，就直接放到。URL 里面的，把谁放进 URL？ 把 LI 放进 URL。好，那我就来尝试看看咯。好，例如说我们这页，我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找个这个，那我们贴起来，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有发现图片是不是出现了？好，那我们在刷新绿中找其他人，原创。比如说这个，那现在呢，我们就再贴一次，然后呢按 F12 看有没有报错，好，再点一下。怎么样？是不是就有这个结果了？OK，好，所以那按下去呢？因为我们是用那个底线 blank，哦，那个 target 呢是底线 blank，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结果，OK。所以这部分请大家帮我练习一下，OK。那我把这部分哦就显示给大家看，好，大家帮我练习一下咯。好，那原则上呢，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哦。好，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上课直到16之1的内容。下次哈，我们尝试把16之2跟3说完，然后呢，我会再补充一些额外的范例。那这些范例呢，不见得我们讲义里面都有哦，但是呢，那个我可能想要加入一些，我们会把那个政府公开资料那个绿色餐厅的部分先讲完之后，额外补充一些跟地图有关的东西。好，我有这么打算。好，那如果同学这边没有问题的话呢，吼，你就可以先下线，没有问题。好，那有问题的话呢，请让我知道。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边。